知道啥时候跳马，啥时候出局，过日子忙事业哪能都如意，大丈夫你得能伸，也得能屈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那一张皮，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，国法家规要牢记，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，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，走好人生这盘棋。可行了，你看吃了吃了大名裂席，你真说了，你说这点事儿，你还能走到老董事长这儿来？你就跟我说，你说老舅，一个口哨我就出去了，你这事儿我处理不了咋的？你非得啥事拱到他这儿，三天不乐呵的，哎，到晚上非得找点事儿。干爹，你给想个招吧。孩子出现这事儿，谁也不希望的，你给他哄回来。我呢跟他聊聊，这不他舅爷也在着呢吗？俺俩这岁数聊不好这事儿吗？这不是我亲生的，要是我亲生我就咔一下就给打那个拉去，操就来气。当初我说啥了？我说哎呀，王八子！我告诉你啊，老董事长你到点还睡觉呢，你先知道这事儿你差不多得。没事啊。能叫回来不？能叫回来。叫回来跟他聊聊，他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。都说了，人家老董事长都听明白了，就这点事儿，走走走走走。舅，看看。来了。干啥呀，二奎呀？坐。不坐了，没长那屁股。坐着说。哪有位置让我坐呀？你还唠吧，啥事儿？小剧团都解散了，还有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我知道这个解散小剧团，你和大胖对我意见挺大的。嗯，但没有办法，改革嘛。你不光改你这一个，哪个部门都得改。是，你得理解。能不理解吗？改对，改。这次来找你，让你帮我办个事儿。你这不泡我呢吧？你是山庄的总经理，呼风唤雨啊，一跺脚，剧场都塌了，你信不信？能不能别闹？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你说，这不山庄修了一个养心堂吗？寻思请一个懂国学的到咱们山庄给大家讲讲这个传统的文化。后来我想来想去，感觉你家老丁挺适合，我先找他到这给大家讲讲课。完，你帮我联系一下。哎呀，这事儿你应该找大胖啊！你就别提他了，说的全是没影的话。你这么的，你给那个老丁打个电话联系一下，不行我都给他开点工资。我代表山庄所有员工谢谢你，还不行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看员工的面子，那我就去一趟。亲爱的各位员工，我们龙泉山庄的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好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龙泉山庄的养心堂。那今天呀，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国学教授、国学实践与应用专家、经济与文化学者丁德本先生。丁教授呢，今天将为我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国学讲座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丁教授上台，有请。首先非常荣幸并且非常高兴的来到这里啊，跟大家一起
来分享和探讨关于孝道这个话题。哎，景乐大爷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没啥事儿，找你喝杯茶。来这段时间也没照顾好你，待的习惯吗？这些年一个人生活，走哪都一样，我适应能力比较强。导演，按理你的条件，找啥样找不着呢？咋还一个人呢？得找对象呢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婚姻这东西靠的是缘分，可能缘分没到。我都这大岁了，还靠啥缘分？差不多就行了呗。缘分很重要，合适的时间，合适的地点，遇见合适的人。导演，你活得可精致啊，啥都得合适是吧？那个，你喝点水啊。那个，我找你来呢，想跟你探讨一下工作上的事儿。这段时间呢，得说你挺辛苦的，给大家又导戏又拍节目。但是呢，就演员觉得跟市场啊有点脱轨，不太流行，不太时尚，所以说演员觉得你现在不太懂现在的二人转舞台。这是演员们的意见。那你怎么看呢？你有导演，你看哈，您是我请来的，那肯定是业内绝对是大师级的。但是呢，现在我这帮孩子们，这帮演员吧，他是第一生产力，你给他导的东西再好吧，他演不出来，而且还埋没了你的水平，我还影响他们的演出效果，就都是个人的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我还挺为难。你说这帮孩子，你看你有啥好法没有？好了好了，宋老板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君子务本，本立道生。亲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于。在家时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；出门要尊重长辈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。一个连父母你都互动不好，你都沟通不好，不孝敬的人，你又如何能带得好一个团队？你又如何能当得好一个领导？所以说，一定要把父母的爱扩大到兄弟姐妹上，要把这种爱扩大到团队，扩大到企业，扩大到全天下。这就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要用心做事，用情做人。小孝治家，忠孝治企，大孝治国。姐，你看你好好说，你怎么又走？我说咋回事啊？跟我姐好好说说。你快请坐。咋回事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大舞台需要你，你不走。这怎么突然就走了？就让我走吧。我离开对你也是好事儿。这叫啥话呀？啥叫你离开了对我是好事儿啊？能跟我说实话吗？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离开也是迫不得已，是因为……哎呀，赵导在这儿呢，我找你半天，就听说赵导要走。咋这么急呢？这是飞机还是火车呀？你要时间来得及，我觉得来个欢送仪式是吧，星？他不走。那啥时候走啊？你赶紧说清楚，什么叫迫不得已？其实也没啥，我不懂艺术，我更不懂二人转，不配当导演。不是，导演，这是你的心里话呀，还是听谁说啥了咋的？你说你要不懂戏，你要不懂艺术，你说咱还懂啥了？是哪位人说的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他提了来，我现在就批评他，当你面我收拾他。是我主动辞职还不行吗？不行。
啊，你要是主动辞职呢，那肯定是导演有自己的发展。这说实话，人导演毕竟是导影视啊、电影啊、话剧，咱这属于地方戏，这属于高射炮打蚊子，大材小用了。杏儿啊，你还是让我走吧。你们大舞台呀，水太深了，这演员戏演的一个比一个好。这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台上台下可两个样了。这活我真干不了。我明白了，啊，赵三儿，这样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你现在先回宿舍休息，总之我不会让你走。待会儿我上宿舍找你去，啊，咱俩单独聊。我送你，导演。开源。啊。我看看啥情况，你说走又不走了，到底咋回事？我看看，咋回事？为啥要走呢？是不是你说啥了？我能说啥呀？是不是你跟赵三说啥了，才导致他自己主动辞职要走的？怎么还推我这儿来了呢？赵三是我请来的，我还能给人撵走啊？好，如果真不是你说的，那我就知道该咋办。咋办呢？我不能让他走啊！如果我跟他过去没有那一段的话，他今天想走我绝不拦着。就是因为现在大伙都知道了，我跟他有过那么一段。如果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，对你我赵三儿，对咱们仨好看吗？就得在这干。你是心里放不下人家吧？说啥？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人呢？是不是你自己心有数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人家要走，你死白赖留啥呀？这人就是你撵的。就算是我撵的，你觉得不应该吗？他在这儿风言风语的，利于咱俩的发展吗？不是孙开元，你心眼这么小吗？啊，你一直这么看我，不相信我呀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真错看你了。我也错看我自己，把他请来就是引火烧身。你有啥烧的呀？头发呀？我看你是烧心，从今往后你心里干净点儿。你可以不跟我处，但是你心里必须得把我当成人，正经人。哎呀，王八吃剩多贴心了。李头，一个半的，哎呀，你轻点的，你不要掰坏了，一会儿掰折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们这些人呐，这一天就是闲的。哎呀妈呀！这家整的流光水滑的，干啥去？干啥？应二奎总经理邀请，出趟公差。妈呀，我的妈，出公差了！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二奎说呀。在这个全村的村民中啊，你是最有文化、最有素质、最有品位的一个村民。这山庄服务升级了，我请你老人家去我的山庄体验一下服务及管理各个岗位，有没有什么漏洞及瑕疵？说白了就是挑挑毛病。那不讲了，就这事儿怎么就非得让你去呢？我也寻思了，你说什么事都让我挨着了你，为啥让我去呀？谁让咱有水准、有文化，顶的是资历。论资历呀、啊，我岁数最大。你爹比你岁数还大呢，你把他抠出来让他去呗。不是，李大壮，你说话咋这么臭呢？啊？我知道了，为啥让秤杆子去？为啥呀？因为平时啊，就他毛病多，所以挑毛病这事啊，就找他呗。给咱上一课，我办正事去了。气人吗？他还来能耐呢。票，啊，要票，这进山庄得买票啊，多钱一张啊？80。小孩呢？1米2以下的不要钱。你让他仨进去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来，你搁这说这，你让他仨进去，来，进屋去吧。你不管50、80，都给山庄了，我给你20，来。
可就你干啥呀？你看你又装正经了。上次我不就是这么进的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上次我没干过这事儿啊。那是你丫还是谁？不给了20吗？来，出来。这几个，你看看谁？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收过钱没？没有。你是干啥的呀？那闹事儿啊？行啊，你们几个行，是秤杆子。你干啥？这五五渣渣的，搁这是我呢？太行了啊，大橙子，经得住考验呐。刘总给你交代任务完成的挺好啊。刘总。我是受刘总的委托，以游客的身份体验一下咱们山庄的整体服务到不到位啊，检查一下工作啊，真不错啊。你放心吧，秤杆子，我这片你绝对放心。这个人过来就蔫巴灯就进去啊？那秤杆子，谁叫秤杆子？你没大没小，不知道我姓啊？好，黄秤杆子。黄叔，哎，叫我叔，哎，是吧？客人来了，不得来个欢迎仪式啊？那有，把服务流程来演示一下。一，三，这，口号，欢迎光临龙泉山庄。行吗？就这一句啊。龙泉山庄欢迎您，这不还是这句话吗？欢迎黄秤杆子进山庄。欢迎黄秤杆子进山庄。你说你刘爷这命啊，这啥事都能找着他。咱个家事，你说你也能捅到这儿来？你让不让人笑话呢？哎，这老爷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可想少说了。咱要不沾亲不带故，我要不心疼你妈，辛苦攒俩钱给你供你上学那个劲儿，你寻我爱说呀？这你处那对象是什么个对象啊？还老耐受，还听说是个骗子，你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？挺大丫头啊！啥骗子呀？你看你不了解人家，老说人骗子。小玉啊，你也别跟你舅老爷犟。这个咱不说是不是骗子，这还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妈那么一个人供你上学，是让你好好到那个音药学院好好读书。走前你决心挺大，你妈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帮你完成了这么一个梦想，你到那搞上对象了。咱不是说这个人好与坏，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学业完成好，这不是一个搞对象年龄。要不冲你妈呀，我这一句都不带说的。那你就少说两句呗，你这话太多了，要你那牙能掉吗？哎，掉也不该你事儿，你这说有牙掉事儿，那该咋说的了？我说不了啥，我说不了。我都看着你了，这你当一回兵，你这咋隐蔽的？一点都不严实。没的事儿，我能不管吗？就那让你管了？我想管都是我牙掉的事儿。走，学校不要了是咋的？我自己休学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做法啊，相当草率呀，不能这么做呀。那毕业证可都是问题啊。到时候再说呗。真不错呀，装修到位，天然温泉特好啊，咖啡浴、人参浴、红酒浴，哎，尝一尝红酒的浸泡吧。摔着了吗？还摔着了啊！还摔着了。没砍人吗？
服务员，服务员，程杆子，这是两位领导亲自领你过来的，说明山庄对你这个事儿非常重视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医院拍片了，说没啥事儿，就是有点疼，一阵一阵的。疼是对的，伤筋动骨100天。这100天啥事干不了了。黄先生，十分抱歉。那这个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，我们会全权负责的。哎呀，程杆子，疼的就忍着点吧，遭点罪儿啊。回去好好养着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们这儿聊点正事儿。那也中。谢谢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三位的领导对我的关心，真让我欣慰呀。伤不大，养养就好了。嗯，就当我以身试险，为山庄做贡献了。哈哈。凯恩，你跟赵三儿谈了吗？谈了。那他咋还不走呢？都已经答应走了，让山杏随便列给留下了。那完了，这是舍不得了。你说，咱软的不行，来硬的行吗？你还能硬起来吗？不行，我来吧。我说来硬的，就你带大龙，带他们几个，天天找赵三麻烦，然后给他穿小鞋，给他下班。我跟山杏那吹耳边风，咱双管齐下，让他待不下去。也行，不就一个赵三儿吗？咱们几个给他挤得成赵四。刘总，这是我们集团出具的质检报告，周二帮购买的瓷砖远远达不到我们要求的防滑程度。大哥，周二帮是你推荐做采购员吗？对呀、啊，他采购的是替代品，不是我们需要的产品。你说过，你点的酱出了问题，你负责。这么说，我用人不当，也有错误。大哥，你必须严肃处理周二妈。那得处理，得处理。你不光处理周二妈，你还要开大会，公开检讨你自己。我。我也不会检讨，没检过讨。现学能来得及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小题大做，你在那瓷砖上写个警示牌，小心地滑，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？刘总，我觉得你好像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哦，这次摔倒的是黄先生，咱们好处理。那如果摔倒的是咱们的客户呢？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？我不知道你们山庄以前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，但是咱们合作之后，这种细节问题我不允许它出现。哦，咱们先把眼前的隐患给解决掉，马上派人把那批不合格的瓷砖全部换掉。董事长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我亲自去办。嗯，这又开始聊上了。咋回来了？哎呀，这眼镜戴的还挺好。你干啥去了？哎呦，妈，轻点儿。哎呀，咋的了？妈，妈呀，你这咋的了？哎呀，别动啊！出现一点小问题。程杆子，你这是不是让二奎给揍了？这老说啥呢？这样的话，咱们大伙去找他去。对，我们都去了，找他去。你这不欺负人吗？那给揍这样似的。想多了，给我拿个包。哎呀，谁想，升级了，程杆子。原来不是红胳膊姑吗？现在变白的了，管哪摊啊？我都说你了多少回了，这个现在的老百姓的档次及素质必须要提高。这我受点小伤，人家给你乐的呀，还冷嘲热讽的。这不上山庄去体验服务及管理，这不找着毛病吗？毛病找到了，就在温泉那块儿。
咋的？水把你烫了？就是啊，把你烫烫了。不，温泉的地板砖有毛病。哎呀，给我滑出来！哪有毛病啊？我这腿一劈叉，哎呀，胳膊着地了。哎呀，你可拉倒，还地砖有毛病？你平时走道就撇了撇了的，那肯定是嘚瑟了，没好好走。完了，夸的整个劈叉，手先着地整骨折了。你呀，这没法跟你聊天。那山庄得赔你老钱了吧？你唠啥嗑呢？赔啥钱呢？报销不就得了吗？你怎么还有这思想？得亏磕的是我，这要把你磕坏了，不知道讹多少，可不能有这想法，是不是？我认为这次我工作完成的挺好，用我身体这点点小伤，找出山庄温泉地砖质量的问题，我认为是值得的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行啊，啊，唠会吧。素质有待提高。快点走吧，哎妈，你好好养病吧。这回那胳膊带红胳膊骨就费劲了，骨折了好像。不，你愣啥神呢啊？你气有用吗？我说你多少你不听啊？我当初跟你说没说过，你提防点二奎和那宋佳佳，一旦给你废了怎么办？你不信呢？现在怎么样？该信了吧？这不就是冲你来的吗？把你整得在山庄一点地位都没有，最后我跟你说连个同情你的人都没有。当初我就真没信，看现在他们的表现真有那个趋势，欠考虑。你欠考虑的事太多了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还是副董事长，检讨的事儿绝不能做。检讨那不可能，让我检讨那得等。亏他们想得出来，不是，跟你说，都怨周二忙，那办事太笨了。要处理周二忙，就让他们处理去。处理周二忙也得我处理，周二忙是我的人，他们不能动。对，咱们一步都不能让。今天这个会议只有一项内容，总部通知我要去外地考察一段时间，可能不在山庄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助理呢派到山庄替我工作。我说句不该说的哈，我觉得你们刚磨合好又派来个新人，是不是会影响工作？我又，咱就别问了，听总部安排吧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工作结束呢我就会回来的，而且我的助理工作能力也很强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他配合你工作，你们有什么事呢商量着来。不是大奎啊，我现在咱们有点弄不明白你是什么位置了呢啊，你能不能说句话呀？对对对，好，非常好，我就这种安排还是合理的。什么对对对好啊？大嫂，你能不能别吵吵了？这一开会你就吵吵，你要干啥呀？我怎么吵吵了？那你说你咋吵吵了？你那植被咋来的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奎啊，我是你大嫂，你是我姐也不行啊，这是工作，我干的不可以吗？我没说你干的不好，再说就咱这种家族企业这种恶习，咱能不能改一改？就让人笑话没？那董事长在这坐着呢，你以后要改不了，以后开会你就别来了。我到哪儿去？你愿上哪儿上哪儿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大哥，你能管管呢？我管你就不替我管的吗？行了行了，我说两句。你们的家事呢我不了解啊，但是我觉得家里的事儿还是应该在家处理。对，行了，散会吧。散会了。你也太窝囊了吧现在。咋上这吃了呢？多贵呀！这地方对我来讲意义太大了，不贵。可拉倒吧，你挣钱也不容易。哥，你要是喜欢吃，等我开职了，我还请你在这儿吃。不用，跟俺吃都一样。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收到诗和花的地方。收花？还有诗呢？谁送的？哥，你忘了？我第一天拿到诗，
我晚上我就背死死的了。啊？你不记得啦？我背给你听啊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那个，小晴啊，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啊。我知道你那天不好意思就走，我觉得你要是当面给我念的话，我会更感动的。但是现在已经挺好了。不是好啥呀？那个花啊，和那个诗，那个咋跟你说呢？哎呀，没事，你别不好意思。那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那个花和那诗都是我的。我知道，服务员都跟我说了。但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小月的。那个咋回事呢？你先听我说啊。我那天我要请小月吃饭，小月没来，正赶上你从龙泉沟来，非要找我吃饭。我这点一桌子菜，我寻思剩了白瞎了。我说你就过来吧，完你就来了。我走了之后呢，我就忘跟那服务员解释了。我说那些花和诗就别往上拿了。我没成想他就阴差阳错就给你念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听明白了，那首诗和花都是给小月的。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呢，真那样那是误会。老妹儿，哥错了，对不起你啊。没事，哥，你不用道歉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权利。没事的，哥。不是，小琴，你别这样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哥心里更不得劲儿了。其实吧，通过小月这个事儿，我现在已经不考虑感情问题了。我现在就是一心想要学好二人转，做一个优秀的二人转演员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证明给我干爸看。其实老妹儿你也一样，你还小。我认为你也不要把心思放到爱情上。你是我搭档，你也要学好二人转，咱俩一起进步，一起努力，咱俩红了，有自己的粉丝，我相信这也是我干妈最想看到的。你说呢？哥，我听你的，我也好好努力。其实，我现在可以天天看到你，还能跟你做搭档。我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。是我误会了，哥，对不起你啊。没成想这个误会。没事，哥，我没事没事，就是我的情绪需要缓一会儿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叶儿，你看见这片没？这就是我们的梨园，这梨刚摘完，我跟这个董事长研究了，我准备在这开发成采摘园，然后拿这个梨酿酒。梨还可以酿酒啊？当然了，这个山后面有个山沟，那里面水草茂盛，我准备在那儿搞养殖，一呢有参观价值，二呢有这个经济效益，一举两得。我还想上那边，我想上山，我想沿着龙泉山庄爬上去。你刚下飞机，你不累啊？不瞒你说，我刚才还挺累的，但是现在，哇，这么新鲜的空气！干啥去呢？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大城市吸那些尾气，现在我来到这里边，我要去睡觉，那多浪费时间啊！我一定要好好的吸吸氧气。去去去，
行，你不累我就领你溜达溜达。快走吧。行行行，从这儿开始啊。好好好，我陪你。哎，哎呀，你这是在城里待的呀？我还怕你在这待不习惯呢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咋了，周经理？没事，看着二宽没有？他走了一个又来一个，咋刚才垮胳膊了还？也是啊，这是干啥的呢？干啥的？那是宋佳佳走了，又来个叶倩，这是对咱不放心，看着咱们呢。咱有那命呢，让人看着，他看你他都费劲。看，他看我干嘛呀？我咋的了？不是，我们这样的主要是他也看不着啊。干活去不去？行，你先看着他啊。今天跟大家呢宣布个事儿。坐在我身边这位呢，就是新来咱们山庄任职的，他叫叶倩。这些年一直跟随着董事长，在咱们全国建了很多像咱们山庄这样的康养小镇，管理经验呢非常的丰富，可以说是董事长的得力助手。这次董事长能把他派到咱们山庄来呢，也是对咱们山庄的偏爱，也给咱们一个学习的机会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呢，在工作当中跟着叶助理多多的学习，当然了，也包括我也会跟你多多的学习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因为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就有过接触，非常的优秀。下面呢，有请这个叶助理给大家讲两句。其实刘总今天呢，真是太夸奖我了。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优秀。只不过这几年呢，我都是认真贯彻执行董事长交给我的任务。这次来到山庄呢，我真的特别的开心，因为真的是好美啊，这个地方。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的工作，谢谢大家。哎呀妈呀，这姑娘说话多好听啊，一听这口音就是打南边来的。对，我是的。叶助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支持你的工作。接下来我郑重地宣布一件事啊，叶助理的指示就如同宋董事长指示一样，我们必须执行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既然呢是我们跟金客合作啊，他们派来了领导，我觉得应该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们呢应该积极配合，用我们龙泉山庄人的热情欢迎他的到来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老牛拉套